医生，他马上到了。知道了，走吧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手术得3个半小时，时间会过得很快。如果你感到疲劳了、头晕了、想休息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嗯。我也需要你在手术所有的关键环节要保持冷静，手要稳。如有必要，可以休息1分钟。我明白。相信你能行。有问题吗？我们都想周全了吗？我们？什么意思？万一要有什么闪失的话，全世界将失去一个伟大的英雄。是。而且全世界人将知道是谁干的，对吧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从来没有实际操作过这种手术，而且每一次电脑模拟的病人全部都死光了。你该换台电脑了。如同我承诺过的，我修理好了 paper， 敲打了一会儿，然后我想，为什么要在这儿停下来呢？当然也有人会说改变是危险的，但我想那是因为这群蠢蛋的胸口没这玩意儿，而现在我也没有了，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过了。他怎么样啊？我已经提醒过斯塔克先生，您提出的治疗方案对他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他听你的吗？偶尔会。他能听谁的呀？主意那么大。他是我朋友啊，能不管吗？他管那么多人，谁考虑他啊？这是我们的事儿。